嗨，你好，我是浩勇，我这次饰演的是天使。那你们问的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呢，我一次要扮演四个角色，有什么感觉？其实对我来说呢是非常开心的，原因是因为我赚到了。一般来说呢，演出都会只有演一个角色，那从头到尾贯彻始终的一个角色，所以我有四份工作可以做。那天使呢，同时扮演了儿子，同时又扮演了导演，同时又扮演了清洁妇。那至于这四个角色怎么样做区别呢？请你们进来看，就会知道这件事情。因为呢，我很有可能会是精神分裂的把四个角色演完。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啪，圣灵充满，哈利路亚，来来回回讲，超过地图，我是哪一国？你的天使就是。